随便，人身攻击，就是不能攻击对方的，对方不能攻击对方，别人可以，就是你觉得那个老师怎么样，就也可以。你觉得我吗？我刚示范，好，需要我示范一下吗？这样是不是太久了？好，对啊，这样太久了。好，那我跟依晨姐示范一下。依晨姐，我会很轻微，很轻微，很轻微，会打你很轻微。好，我先呢，你觉得仁豪哥爱你吗？当然喽。当然喽。你觉得仁豪哥比姐夫帅吗？你有安全帽吗？当然，你有漂亮好吗？当然哦，你喜欢穿衣服吗？你袜子好看吗？当然哦，我袜子臭吗？可以，这样可以。你有刮腋毛吗？当然哦，我腋毛很香哦。你别吵，可以。你想吃我的腋毛吗？你想吃我的腿毛吗？当然喽。你看那风景美吗？当然喽。那你的脚趾有毛吗？当然喽。你想舔舔看我的脚趾吗？那你的手指长吗？当然喽。你想试试看我的手指甲吗？当然喽。当然喽。好，来这一集平手。